方妈妈都么，不用去包的店里哈，哎，不是用来家的店呐。不是家，是么？就到这老婆婆轮脚路边地弄了啊。哈哈哈！贵州就开了高铁到到老婆。这你莫哭了哩喽。嘿。不就就那人家不就就那，嗯，就就，不就别几个年纪，弄弄呢，这人你莫念。